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这个测试跟示范的是带一个这个专职的补血机哦，可以看到这台就是我的补血机哦，这个可以看到它是会这个在旁边啰啰嗦的，这样有没有？哎，怎么不过来？我的补血机耶，补血机，对 ，Come on， 哦，带着它就可以就是四处的。边打边补，它是哦，重点是要有伯爵夫人的一个项链，这样才能够边打做到一个边打边补的效果，哦，可以看到他攻击力非常的软弱，哦，三万多而已，哦，他补血的话哦，五十几万，算蛮舒服的。Come on，补血机。我有些时候不太会放，这个有点故障哈。需要帮忙，还没准备。我们就是站在那个逆反光圈上面就可以补血。哦，专职补血机，哦，应该没有这么好用的，这一支是最好用的啦。当然补个血量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不太够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哦，非常好。哎，已经打完了，可惜他已经陪伴我们这么久了。我把它取名叫做巴丰特，为什么？因为长得蛮像巴丰特的。我们把它特写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样子，哦，巴丰特补血机，哦。以上是这个很无聊一个 bug 的测试，哦。至于，这个 bug 怎么来的，其实我也不太晓得，哦。好，以上示范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